本想接个在家看广告也能有收入的项目，三个小时收入200块啊，无脑操作，躺着也能挣钱。就是下载完之后用微信登录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平台仅限安卓用户使用，苹果手机做不了啊。建议想要做副业的还是准备一个安卓手机比较好，苹果手机有很多项目是做不了的。目前这个平台中有8个广告平台，每个广告平台广告数量是40个，看一个广告收益是5毛钱，算下来每天光看广告就是160块，再加上小游戏平台，这个项目稳定的一天是这一个200块钱以上啊，多少操作赚的钱更多。课程目录包项目介绍、项目实操、项目还有项目的这个实操啊、实操过程都有讲解。就是这个钱3毛钱就可以这个提现啊，提现没有任何问题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整套教程3节视频课非常简单啊，直接操作就可以。还有项目需要的资料啊、注意事项也全部都有提供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再来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啊看广告也能有收入，或者是在家看广告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